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21年8月28日，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68篇1到4节，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。他们被驱逐，如烟被风吹散。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。唯有义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你们当向神唱诗，歌颂他的名，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。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主耶稣，我要行义人的路，以遵行神的道为乐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是否已经被耶稣宝血洁净？是否羔羊宝血已洗净你？是否你已经完全信靠主？是否羔羊宝血已洗净你？箴言第30章21到23节，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作王，愚顽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卑女接续祖母。使地震动的有三样，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，就是仆人作王，愚顽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卑女接续祖母。主耶稣，我不要追求依靠今生的地位美貌，我要追求基督，进入不能震动的国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快快脱去从前行为的旧人，快快求羔羊宝血洗净你，是
腓立比书第二章25-30节。然而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。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。然而，神连续他，不但连续他，也连续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。所以，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，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。故此，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，几乎致死，不顾性命，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主耶稣，我愿效法众圣徒，在传扬基督的圣功上尽心竭力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是否一心当机，靠羔羊宝血洗净你灵魂？哈利路亚！那些洗净自己灵魂的有福可能。